小情侣未婚生子，双方为抢夺孩子大打出手。这对情侣其实很年轻，女生已经怀孕，孩子还是生下来了，就协议小孩子三天半在男方家，另外的三天半在女方家，所以其实他们吵了起来。那个准婆婆就非常非常生气，因为刚刚在一团混乱当中，所以呢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他进门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欢迎收看高点电视台44频道，振振有词。